完工了，大概十多分钟。你看他们非常厉害，就是从头到脚全部都飞都好了。耶、yeah, ，我变装成功了！今天我的造型是这个富察皇后的造型。其实戴上那一刻，我才发现演轻功去真的很累，因为我这头至少感觉有三四公斤重。然后跟观众朋友分享，就是穿那个花盆底鞋其实并不难哦。你看，其实还 OK 啊，花盆底鞋没有很难穿，但是走路还是要小心，很有可能会有点剖开的感觉。可以在那边坐在这里看表演，然后它这里主打的就是清朝的满汉全席。然后今天上来第一道菜呢，就是鲍鱼。流行的变装餐厅，非常适合在过年的时候呢，带这个全家大小一起来体验。